主持人林明柔在光棍节当天已经宣布自己终结单身，跟交往两年多的男友结婚一个多月，昨天突然被电台老板赵少康请到节目上去聊婚事，也大方秀出了4克拉钻戒，预计明年暑假举行婚宴。至于想不想生小孩，他说顺其自然。